霹雳英雄音乐精选38，霹雳战前史之动机风云聚集原声带，马上就要与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的超级霹雳会就要带大家抢先看到霹雳英雄音乐精选38中所收录的精彩曲目。无故事的人，无故事的人角色曲，浩旭老师2005年作品。浓厚的东方禅风音律，沧桑低沉的中韵回荡，似乎埋藏了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笑长风，健步一舞曲，丁天木老师2012年作品，以管弦乐与国乐所打造的战役气势舞曲，热血激昂，富有浓厚的东方武侠风味，与起承转合旋律变化，让听者情绪也随着健步一与地之力结成之战，随之高潮迭起。梦猴梦花镜之主，阿伦老师2012年作品，优美抒情的新世纪曲风，清亮的琴声辅以弦乐协奏，适时加入水晶音乐点缀，旋律犹如仙境般婉转流畅，衬托出梦花之主在月色之下一人一枕高卧忘忧，一副怡然自得的慵懒风雅。雄音乐精选38结合动漫音乐、越国工坊及小爱工作室的精华，以鲜明多变的乐音带领戏迷朋友们回想动机风云剧集中精彩片段，也请戏迷朋友们多多支持与鼓励哦。